各位婚姻的乡亲，大家好，我是欣欣怡，欢迎收看今日的婚姻新闻。高雄城中城大楼曾发生火灾，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婚姻馆长张丽仙今日率领广府团队来到大楼区双子星徛家和商业混合大楼，进行消防安检稽查，针对各处的道心通道、安全门、安全梯，敢有被冻掉咧？火灾警报器安装等事项来做检查，并呼吁建筑业者应该加强消防灯安装。这个地方不会是有人关装停掉一样。婚姻馆长伫个率领团队来到大楼区双子星住商混合大楼进行消防安全稽查。虽然大楼真侪楼层拢已经废弃，无来使用，但是伫个一楼就是卖场，以及三楼、九楼各有一户徛家，位处也是特别前来检查。即摆也将针对多星通道、火灾警报器安装等事项来做重点抽查。今天我们针对云林县目前的一个老旧大楼，也是在民国70年拿到使用执照的斗六门大楼，那目前它的状况，一二楼是小北门百货，那三四楼哦还有一个住户，那五六楼、七楼、八楼全部都是废弃的空间，这样的一个闲置设施，很容易造成人为的疏失，或是有人为的这个纵火，或是有因为老旧的管线意外走火。多针对各道新通路而来疏通，婚姻馆长也来再度提出助警器安装的重要性。目前馆内助警器的安装率也已经达到74%，因为1809年开始，公务建设来通过自主条例，规定五楼以下非公共使用建筑物就拢要来安装。我们在2019年1月1号，我们通过云林县的自治条例规定，五楼以下非公共众使用建筑物，为了要拿到使用执照，务必要自己安装独立式的助警器，那这地方目前成效是相当良好，也就各乡镇市未来对五楼以下要拿到使用执照，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梯道、走道都要安装助警器。目前伫咧婚姻馆内也总共有64栋十楼以上的老旧建筑，为今年1月开始，公府也已经陆续完成42栋的安全设备检查，并来规定不合格的大楼限期来改善。除了要有完整的消防设备，防护也来呼吁来不徛体，会通来新立组为消防编组。我们会再来检视关于 B 类，就是上一就是今天大家所在这个地方，以及之前大家很关心那一种补习班，我们的 D 类的这些休闲文教类的话的抽查比例的话，因为法规是要求25%，那县府其实已经执行到33%了。是云林县所有10楼以上的老旧建筑，总共有64栋。那这64栋，从我们1月1号开始检视到目前，有检视的42栋。那其中有12栋，我们还在要求整个消防设备的一个改善当中。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尽速的改善。针对老旧大楼安全设备的检查，婚姻馆长也将陆续进行。同时，提醒民众一定要保持多星通道安全门的疏通，并安装火灾警报器。安尼，但是伫咧火灾发生的时阵，才能有效来多星记者讲义采访报道。